干嘛停车？你是不是也温好入戏太深，真把林媛当前男友了？包里的礼物是他送的。没有礼物，你别突然发疯。就算是关系不好的男女朋友，也请麻烦尊重一下对方的隐私。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，对吗？ 一会儿演发疯吃醋，一会儿装温柔深情的。所以你和林渊是什么关系？我才不像你那么没道德感呢。姐姐喜欢的人，我才不会沾边。他是因为我受伤了，出于人道精神，就是这种眼神，对着林渊。 现在算是还回来了，以后不准对别的男人有。还有，对你的话，我能演一辈子，怕吗？还是赶紧准备明晚的大事。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，东西交出来。我这不是还没得手？哦，那你方便把手变成这样？别担心，我就是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在说。 真没有，有本事你绑我一辈子！你给我解开。为了防止你再做一些出现的行为，回家之前就辛苦你在这儿休息了。
看来我得赶紧结束正事，和你在这儿好好放松一下。你还是老实加班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放松的。是吗？您好，客房服务。这是徐先生给您点的柠檬水，请慢用。干嘛的？到个酒吧过来送酒的。请。那个常总啊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刚被警察带走了。张总放心，我这边最近都挺顺利的。赵总，最新的那份升职名单确定了吗？资料是桌子上，你走的时候顺手拿一下。周一你们人事部直接公示就行。去吧。小狗，是您在里边吗？
脸这么红，该不会是以为我刚刚对你做什么了？你呢，长得确实是我的菜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对弟弟啊没兴趣。请问是GE的徐总监把我送到这儿的吗？不是，是我们老板。可刚刚他的动作明明很像徐哲清，难道他……这么容易就挣脱了？看来这玩意儿质量不行啊。谢谢你啊，刚刚在酒吧照顾我。酒吧？什么酒吧？口红怎么没了？看来我不在的时候你很会给自己找乐子。不用你管，要不是你把我锁在这儿，我会被一个老色狼欺负吗？是吗？你干嘛？别紧张，只是做一个小测试而已，看你有没有撒谎。在他世界倒影，无人不。你要是再到处乱跑，我不介意把蜡烛带回去，陪你慢慢玩。我真是昏了头，怎么会把你这个疯子当成他？奇怪，我的工牌呢？啊，小飞小姐，您的下午茶订单。我没点东西啊。奶茶，谁的奶茶？哎，奶茶，这这这，又是你的。你好，外卖。这回想是我的。不会又是乔飞姐的奶茶吧？乔飞小姐，你的披萨。乔飞小姐，你的水果，你的米线。乔飞小姐，哎，是乔飞小姐。乔飞小姐，对，是她。这么多。谁这么阔气啊？总监，你不会背着我们偷偷谈了个小男友吧？那些外卖是你点的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姐姐，这是你的东西。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谢谢你昨晚没把我交给保安，要不我就说不清了。我想报答姐姐，但是又不知道姐姐喜欢吃什么，我就把能想到的都买了一遍。傻不傻呀？昨晚你不也帮了我吗？这么容易
害羞啊？你女朋友就没吐槽过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姐姐，我不知道怎么谈恋爱，要不你教教我，就当是我帮你的报答。手机。时间地点等我通知。公司内部最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不过幸好啊，领导就快回来了，有他坐镇，一切麻烦都会迎刃而解。还有18到21年的那批资料堆在公司都成垃圾了，周五清理的时候顺便让底下人转去仓库吧。在看什么呢？我在写小作文骂你呢。写小作文骂我？那我现在给你的小作文再提供一点素材。这个动作写进你的小作文里，一定很有流量吧？你不知道现在的网友最讨厌工业糖精吗？洗洗睡吧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瞧瞧你的房间，跟狗窝有什么区别？把手杖给我拿来。刚才没和好电脑锁屏吗？你这电脑里不少秘密啊。惨了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怎么你自拍就成天卖萌搞笑，跟我就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？因为你长得像苦瓜呗。不巧，我最讨厌吃苦瓜。这么晚你怎么？我突然想吃巧克力了。我以为你和温好在一块儿，不会来了呢。看看，
董事长这次怎么打这么重？没事儿，老头子年纪大了，打这两下跟挠痒痒似的。我也是。这不好笑。哎，话说，你这巧克力就不错啊，在哪买的？就在。算了。我也不是太想知道，你知道就行。我送你回家。真没事了？没事儿。最近那个温好有什么动静？上次青木酒会，我看见他进了张总办公室，在门口偷偷摸摸放了个东西。爸。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。李德兴，林木亲眼看到你的女人把这个窃听装置装在门缝上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华晨辉我都认得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在看什么呢？温好那天一晚上都一直被我靠在房间里逃不出去的。可我看见的人明明就是温好。既然装的是窃听器，一定是为了偷听啊，让人查下他的 IP 地址不就清楚了？定位窃听者的 IP 地址。是问好。帮我远程控制一下温西的电脑，破解一下密码。简单，半分钟搞定。把窃听器的 IP 地址改。窃听器的事和温好无关，但是我的女朋友被泼了脏水，总得有个交代吧。他助理举报的，你自己解决吧。去办离职吧。严总，我们先走了。走了，严总。这次你偏袒他，那下次呢？再由他这样闹下去，
记忆迟早会被他拉下水。您放心，我会看好他，保证不会让他再出现任何意外。这就对了嘛，毕竟你是凌渊唯一的朋友，其实我们都希望你幸福，不想看到你痛失所爱。怎么打不开呢？因为某些人自以为是搞的小动作露馅了呗。别怕，我已经给你压下来了。你怎么会这么好心？我不会。所以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去上班。什么意思？我帮你请了三个月长假，你最近忙这忙那，太辛苦了，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不是吗？喂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可以正常上班。抱歉，徐总监提交的请假申请，领导已经批准生效了，没法撤销。嗯？所以你就好好在家里待着，如果想出去的话，我让人陪着你。谢谢你啊，徐总监，您费心了。还有18到21年的那些资料，堆在公司都成垃圾了。万青出事刚好在18到21年之间，现在这一期全的线索断了，也许万青的案件会是一个突破口，要不然姐姐也不会搜集这个案件的资料。所以在明晚这批资料被封存前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找线索。可明天白天徐哲清肯定盯得紧，要顺利出去恐怕不太容易。收起你的小算盘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只好今晚让他睡得更熟一点，这样溜走的成功率能更高些。这杯咖啡没泡好，太苦了，你喝吧。这女朋友泡的咖啡就是甜啊。双倍量的安眠药应该足够压过咖啡的功效。是又发现了什么机遇的秘密，又要心动了是吧？你刚刚不是拿徐小琪的招数对付我？你觉得我跟你一样笨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影响你在GE的高升，别做挡路的狗。都是为了我自己是吗？
难道你要说你是为了我吗？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出门，不然你直接把我交给 GE 的高层，反正你可会出卖我了，不是吗？你放下！放下！今天我要加班到很晚。嗯，好。时间还早，吃完饭睡个觉，等傍晚再出发。这是我的助理阿任，他是来接应你的。阿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跟着许哲清干？也不算吧，我回国后四处兼职打零工，这次是哲清哥临时雇我在他上班期间保护你。你可以下班了，我不用你保护。我只是去逛街散散心。我下班了，刚到 Dark 酒吧，你还有多久到？差点忘了，今天是跟姐姐的约会。要不然去 Dark 酒吧放松一下，我刚好在那儿也有兼职。谢谢。这么巧，你也来这玩？有人跟我推荐，说这儿的酒保调酒技术一流。我来见识见识。看来这俩人有情况啊，我岂不是可以趁机溜走？你先喝吧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上个厕所。哎，这酒太淡了，不够烈。你就请我喝这个。不是了，姐姐，这是我们店的爆款，这是给温好的，我给你调一杯我们店独一无二的特调怎么样？姐姐尝尝。不过我不想这么喝。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接电话？确实不错啊，姐姐，这是我刚刚喝过的地方。是吗？
那又怎么样？那姐姐能不能以后和我一直往下发展下去？这算酒钱，至于要不要往下发展，我还是再考虑一下。那以后姐姐来喝酒，我只接受这种方式付款。心思有点野哦。怎么两个人的手机都打不通？徐总监，这几份加急的合同需要您现在审一下。这大晚上的，多亏了你这宵夜补充能量。嗯，都十点了，下次再聊啊，都得跟着资料车出发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帮我拿一下。抱歉啊，让你体验了餐席套餐。这怎么这次换了个人跟车啊？他吃坏肚子了，我临时顶替一下。哦。什么声音？难道他进候车厢了？没听见啊！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我去吧，资料我比较熟。嗯，也是。我都检查过了。还是你靠谱。以防别人在骂我傻瓜的时候，我还蠢不自知。认识你这么久，上次你在青木会所还救了我，
我却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。鱼？那我以后叫你小鱼好了。没办法，大家看你请这么长时间的假，只有产假比较有可能。你故意的是吧？误会都已经产生了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策划吧。昨天运送资料的司机说车锁被人蓄意破坏，我查了昨晚的大堂监控，发现温西偷走了跟车人的工作证。